and welcome everyone to the Worlds 2024 Swiss Stage Draw Show. I'm joined by Riot Games tournament official Malou.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me on stage. And for tonight's draw, our 16 teams will be divided based on today's results. The first set of teams consists on those that went 1-0 today, and the second set of teams are those that went 0-1. Now, for the round two of the Swiss stage, there are no restrictions on matchups, which means that two teams from the same region can face off. Our 1-0 team consists of Bilibili Gaming, Top Esports, Gen.G, D+ Kia, LNG, Hanwha Life Esports, FlyQuest, and G2 Esports. 好的，准备来到的是我们紧张刺激的抽签环节。那所以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就是这个同。 赛区规避原则呢，在这一轮开始已经不存在了。对，就是要等到下一轮才会有机会呈现哦。但是我觉得以抽签来讲，这个是最紧张的时刻。来，第一支伊森领败的队伍 G2， 最后取胜的就是最先被抽出来的。来看一下 G2 会对上。 韩华 ，HLE， Hanwha Life Esports， 哇，也是马上就来到了一个第一种子之间的较量。All right, now to the second matchup. Malou, please, if you would draw the second team. 第二个 match 是 DK D+ Kia， and they will be facing. FlyQuest，FlyQuest，哦，这样对 DK 来讲的话 ，And now for the third matchup， 感觉这个又是一场乱战局。Gen.G，Gen.G， 那 let's draw Gen.G's opponents。 难道是滔博？哎呀，是第二种子之间的对决。对 ，All right, now for the fourth matchup. 那么剩下的就是 BLG 跟这个 LNG 了。 Bilibili Gaming, and they will be facing. Oh, there's nothing in the bowl. Oh, 他们没有对手. But there's only one team left. 是. And the only team left is LNG. 是这最后一支看起来是出了点小差错，这个球里面居然是没有签的。但是这最后呢 ，LNG 会这个对上 BLG. 是. 是，但是因为他刚才是哇塞，这都幸好他是最后一抽才抽到这个空气， <Now S 1> 对。Mad Lions Koi， 再看到零胜一败的队伍 ，Weibo Gaming， Fnatic， Team Liquid， Honda， PSG Talon， Gam Esports， and Pain Gaming。 哇，只能说这 Malou， would you please draw the first team？ 只说就算是零胜一败的组别，还是有一些千王在的、哦。对，就是有些队伍还是非常强劲的。来看一下，第一抽就是 Gam Esports， Jet。 And they will be facing off against Oh, 又没有东西 我那看起来是又出了点小 trouble 对，这是真的没有东西吗？我看起来是可能在准备的途中可能有点小状况 All right, we're gonna take a quick break in the draw here. 还是被偷走了，被偷藏起来了，是不是？那看起来问题有点大，要稍微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对对对，我那边现场也是看起来啊，毕竟他们应该就是打完先被偷走了。这签里面没有东西这个状况，其实基本上好像也不能做些什么。对。
就算单纯是没有办法继续抽签下去哦。那不过巧一下，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就目前一胜零败的对这个组别抽出来的对局嘛。当然，第一个抽出来的 match 是 G2 跟韩华，来自 LEC 的第一种子跟 LCK 的第一种子。我觉得在今天的游戏内容来讲的话，两队都是游戏的内容上来讲是没有任何给出他们太多的机会。虽然时间没有到，真的说特别的快，但是我觉得其实感受到，不管是他们的团战也好，他们的操作其实都是。就是第一种子的水準，我觉得第一把就非常好看了，因为我们一直在提到说 G2 其实他的上路就是中路上路有混淆位，然后又可以去出招的情况下，而且同样都是两队的牙龄顺位很高，那就看一下有没有想要去进到边位，或者是有一些解法。我觉得这个明天会是一个教科书的一个算是 BP 哦。是，加上是我觉得今天 Yike 在野区当中，当然就是凭借着三线都是优势的情况下，他也刷得很开心。可是我觉得对上 Pina 的话，就算你是野核英雄去打到了可能工具人英雄，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对局下，不知道什么 Pina 就是没有办法让野核英雄过得很舒服。对，就我觉得这个就是韩华算是营运厉害的地方嘛，就他很知道自己的进攻目标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在于这个第一个 match 来讲，一定要看。没错，我觉得其实当然也要再提醒各位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抽出来的顺序不代表他在后续的初赛顺序 是会再慢慢的再去后续由 LA Sport 这边去官方决定的。所以现在抽出来的当然第二个 match 的话就是 DK 对上 FlyQuest。那当然 FlyQuest 在今天的对局当中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比较这个独特的一个换线嘛，算这次的世界赛当中这个第一次来赛恩出来，确实看起来是真的有点无敌。对，就是对于说这种换线的理解，他们有一个新的一套这个理解方式哦。那你要打换线的话，其实就对他们来讲，他们是不好，就是你不好去应对的，除非你的对手本来就用这样的这套体系跟你做团练了。那 DK 也是很 DK， 就是看起来在这次世界赛还是很做自己。那他们也是一个很喜欢换线的队伍，也看这个 match 在换线两队会有一个怎么样不一样的理解碰撞。我们刚才接到的消息是 Pro 2的签会之后开始重抽，那当然他们现场也需要一些时间再稍微 reset 一下，那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就是 Pro 2的抽签喽。League officials have validated the upper bracket and we're gonna reset completely for the lower bracket and the 0-1 teams. Sorry about that. Malu, if you would please draw the first team. OK， 看起来我们是排除了患难，所以可以开始重抽我们这个 Pro 2的签了。没问题，重抽的话就对于大家来讲都是比较公平的、哦，是没有什么任何的疑虑了。好的，看一下第一支的队伍是 T1。估计是在这一次零胜一败的组别当中最硬的一支队伍，谁都不想要，谁都不想遇到他们。谁是千王呢？来看一下，哪个幸运儿呢 ？Pain Gaming， Pain Gaming， 这么硬哦，这么硬哦，只能说幸好差了一个字，幸好哦，你说差一个字，很危险，很危险，确实。来看到第二。在 Pro 2的第二个 match 抽出来的是 PSG， OK， PSG Talon。那 And they will be facing again. 我们的对手是 MTK， 复仇时间来了，宝贝，复仇之战吗 ？Now for the third matchup, the first team is。因为正常来讲，打过的对手其实你会比较好去做一些针对跟准备，对，跟研究。就在这之后，还有好好的一笔账要有这个有一笔账要算了。是。那第三个 match 抽出来的第一支队伍是 WBG。哦 ，WBG 对上的是 Team Liquid。Team Liquid Honda。And now for the next matchup.那最后一个 match 就是 GAM 要来对上 Fnatic 了，哇，究极乱战。Fnatic 两队都是打架打得很勤快的队伍。是。GAM Esports。OK， 这样就连零胜一败的组别的这个 match 都全部抽完了。哇，那这样看下来的话，确实，维瑞斯是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就算你是这个零胜零败的队伍，甚至到零胜一败的队伍，你就偶尔还是会遇到这种，其实你觉得会差距可能还是会稍微大一点的一个。对，但这样至少比上次还好，因为你等于说第一轮就已经把这个不同赛区给分开的情况下，是就比较不会有遇到就是差距更大的一个状况。我觉得稍微聊聊差距，稍微大一点的吧，然后在一胜零败的组。
边，我觉得差距比较大的可能就是在 BLG 跟 LNG 的一个对决，因为确实在这个夏天，BLG 跟 LNG 其实在季后赛的一个，他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碰头 ，LNG 就已经来到了区域资格赛。对，但其实说真的，差距也没那么大嘛，反正大家都是零杠一，大家也都是一杠零。如果我往数字去看的话，大家都差距就没。但是确实在游戏的内容比较起来，我觉得今天BLG 不管是 BLG 还是 LNG， 其实在前面稍微都是没有想象中的这么顺利的。就在可能之后的对局来比较起来，或者是可以感受一下，说不定再换了一个版本，甚至我觉得看哪边对于换线的理解更加的丰富之后，或许有机会在这个世界赛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因为今天的整个系列赛就八场看来，其实真的换线对换线理解越深的队伍，其实比较吃香。因为你能够在我们一直在提到，就是两线，你有没有两线列的情况下，可能让这两线变优势的，那你可以配合打野去做到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确实是强队在所展现出来的一个 meta 哦。是，我觉得至少就是18版针对换线的这个 nerf 绝对是还不够的，所以真的在这一次，我就至少到瑞士轮到八强之前，真的换线换的好是非常有机会增加你自己的胜率 的。那也是期待后续会不会还有更多的变体，毕竟已经出现了一个赛恩，后续还有包括这个队伍还有更多的奇招能出，换线说不定还能更加的丰富，也说不定了。是的，三如果再配个幽密的话，感觉也是蛮厉害的。我不确定了，但那样可能就是你知道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地方要去了。那在期待之后的比赛的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今天的收看。现在时间是已经，我记得刚没看错话，4:00多了，差不多可以去吃早餐。哥，我记得今天是没有放那个大部分地区是没有这个，对，还是要上班上课，还是要上班上课的。所以我在想，哇，聊天室还有10,000多人，这些人都不用上班是吧？大家还是记得要这个顾一下自己的睡眠，跟明天自己的这个不管学业或工作也好啊。但感谢各位观众今天的收看，我是主播优吾，我是蔡明娟。那我们就是明天再见喽，大家拜拜，拜拜。